本所院警执行交通法查询时候，发现张姓民众平时以居民收为生，去照顾年迈母亲及罹癌的妹妹，加上这个房屋年久失修，渗透到屋内。今天特地联络那个慈化慈善会及本分局志工中队长黄奇焕来这边做慰问及修缮的工作。啊，今天我们慈化慈善会哈、到这个南山村哈啊一个张姓那个人家哈啊这个屋顶哦会漏水了哈、屋顶会漏水啊经过我们那个前会长黄会长这个我们北董施工中队长黄奇焕先生啊这个提报啊啊那个我们今天慈善会啊那个发动这个施工啊来帮他们把这个屋顶啊把它修缮一下给它下来的时候不会啊那个有这个漏水之苦。我们发挥我们的爱心，我们与大家、共享这个，如果说可以的话，让这个社会更和乐、更安详。所以，我们希望会让大家来做好事，大家一起共同和这个社会愈安乐。好，谢谢。咱张姓民众哈，伊个注定哈，建造比起后期哈，你要落雨哈。拢个水拢个流伫内底，即边啊房间拢澹落落安尼，我说今日来个迄个金属卡条，甲做水槽，甲水扣条安尼，安尼做好。偷袂到呀，啊无，那个手头袂到咧。无啦，迄个禁酒，每次店啦是禁酒啦。做警察志工最温馨。慈化慈善会有爱心。